个画面是在抖动的，是很有可能是大风所误，也已经被大风吹的是摇摇晃晃，东倒西歪，甚至原本是有一片沙滩的。那顺着我手指的方向，你可以看到远处涨到了6.33米，已经超过了警戒线5.4。现场的这个风雨啊，能够很明显的这个感受到它的这个信头正在加前面的地方回港避风浪，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一个空荡荡的码头。那么的不仅仅是风和雨，也使得这里的这个潮水到这一片绿色的草地当中了。那么我们在现场的还观察到啊，不仅仅是风大沿海的这个值守的公安民警，那么他们在现场也是调四个大功率的这个抽水泵。那么由于外面台风，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像今天是周一，有出行需求的这些乘客呢，他们还需要去今天上午的这个航班呢，依然是有部分处于这个。那么预计呢，在下午台风过后了之后呢，航班会。主播，以上呢就是我在家的全部这样一个取消的状态。